关心天气，明天日月潭地区多云时晴，气温大约在21到31度。接着一起看各原乡地区的气温预测。狮子、牡丹跟满洲最高温32度，降雨几率最高60%。太武、兰屿跟春日阴有雨的天气，而最高温33度。三地门、雾台跟马家最高温有33度。桃园、那瓦夏以及茂林高温32度，茂林要注意会出现雷雨的状况。阿里山气温12到30度，降雨几率高达80%。仁爱、鱼池、水里跟信义高温31度。和平气温16到31度。南庄、石潭跟泰安高温有32度。关西、尖石跟五峰最高温33度。乌来跟复兴多云时晴的天气。而在大同跟南澳最高温有36度，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。新城、花莲市以及吉安高温34度，降雨几率不高。秋岭、万荣最高温有35度。受风以及风冰多云时晴的天气，高温35度。凤林、光复以及瑞穗高温到36度。卓溪、玉里以及凤里最高温36度，卓溪有60%降雨机会。长滨、成功跟东河高温36度，降雨几率只有10%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以及延平高温34度，海端降雨几率有60%。鹿野、台东市以及卑南最高温34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高温34度，大武跟达人的降雨几率有30%到40%。兰屿最高温32度。而在离岛的连江、金门以及澎湖高温最高有34度。